这几个都交钱了，嗯的。那这个猛禽，他说是一个月是吧？对。那这一个月就不能收到钱了吧？他意思想想长期是吧？想长期，他对，不是说一个月挣多少个钱的，他说想长期的。上来他说来了，出去玩一宿，整一车一家大米就回来了。你给他洗了是吧？上长白河。上长白河越野去了。这个草坪薄了。我洗了衣服。在家没？您好，回来了。我回来了。老师回来了。没，你没事，躺着呢。对，我那个啥，我回来，我说打个照面。你好。我们一早起来的早。4点多起来了。4点多就醒了是吧？出去买点东西。转回来了。这位置特别好。相对我觉得还算方便。这个南来北往的，这把当成一个中转站。对。然后就是老是不断车，不是，我是这样，我常住就是5000一年，然后不常住我不要钱，哦，因为我觉得来来回回停个3碗4碗的，对吧？无所谓。那拉一个大哥呢，说给一点水电钱，我说不用烧碗，对，水电没有多少钱，但是那个大哥也是吧？离那个哪儿也近，离那个仙河这里那个啥都方便。我们的目标就是这个院我们能租出去10个就行。啊，这一排，那边一排。租出去10个就是。就是我们这个场地的租金啊，我的人员管理啊，就不赔本，然后再加水电，我觉得就 OK 了。对，我看好像那边还有不少地儿，有不少地儿，但是也整不了那么多。挺好的，那挺干净的也。对，我姐夫收拾那后面的小园儿，我们现在的状态是收拾了5000块钱，然后折腾点儿，收拾了5000块钱折腾点儿。这个院儿弄起来真是不好活呢。那肯定啊，我姐夫这一天到晚不停。对，这都是我俩自己定的，我们连人都请不起，就是这栅栏。是吗？啊，等我17号、18号拍完泰托拉，姐夫咱俩再把这个院给圈起来。有，还有一个老头，木工，啊，我老丈人在哪儿呢？这里呢。我姐夫说订院子还有个木工，这木工就是你呗。你早上吃饭了吗？吃了。吃啥呀？大碴子。吃大碴子。我跟你说，过两天我就能把那个我造那个书威家给开回来了。我这次从湖北襄阳进专门那个，就是只有那种咱们这种乘用车才进的测试场，房车都不进。我去那里3000公里，各种的破坏性路况，咣咣咣一顿开呀，给我颠的感觉屁股都颠飞了。但是颠下来了之后，那个车没有什么问题。就有一些小问题，咱们整完了之后，应该是在路上跑的比较好的700匹的车了。咱们前世代不终身质保吗？现在基本上算是第一步，大家比较认可这个事儿不能说干成了，但是这事儿就干起来了，就没死在第一步，知道吗？其实我给我这个小院的定位就是，我硬件设施可以不好，但人情味必须浓。你等我把我这个舒菲家这个车给搞完，然后我不是在天津开了一个那个瑞福的直营店吗？也都搞完，我跟我的合作伙伴说，我就可以抽身出来了。对，您现在蹲在抽身出来，主要就跟你们玩，特别是秋天，我就经常能回咱们小院了。到时候我就，经常给大家搞个铁锅炖啊，搞搞氛围，北京秋天好玩。对，是吧？那你们刚开始就是在我这租地方，这个我争取在5到6年的时间，让你们在我身上把这个5000块钱的便宜占回去。讲你说的，我更不用。对吧？因为你知道，就像我刚开始做这个舒服一家房车，就他们现在定了嘛，人家是没看到车就定了，那就证明我就看老万这个人，我押宝了。对，你们其实也是一样的，你们也不知道这小院怎么样，那你们在这小院停了，开着车忙着就过来了。对，你交了5000块钱，那我觉得大概率也是奔我人来的。对，确实是。那我就必须得让你们知道，哎，老万这人可以啊。我们种这个菜，为啥种？就是到秋天的时候，你们只要到这露营，见着啥不用打招呼，薅就吃。薅就吃。我还说有功夫，我说那儿弄点地，我说把我父母带来，没事他们在这抠着地了。弄地养鸡，那里边都可以养。再收5000块钱，把水管铺过来，然后再收5000块钱，就给每个位置安一个洗手盆儿。
二手市场我都打听好了，600块钱一套。就那个不锈钢的。对，就是咱也整挺简单，这个支起来，然后你们用过是洗个东西啊什么的，对啊，上下水它就方便了嘛。但是咱们就是稳稳当当的一步一步的给它弄起来。我觉得在北京边上找一个这样的地儿不容易。位置对对对，正好那个香河那个出口一拐就到了。离京哈高速那个香河出口大约也就3公里吧，姐夫哈。这头没有3公里，没有3公里。去北京方便，然后本身咱这就是河北。然后去天津也方便，这个地方离天津那个佛罗伦萨那个小镇，就是那块全是国际大牌嘛，都2-3折起，好多人都去，北京好多人都去，离那个地方也近。你们今天能吃着杏，我一会儿去那个一个车友家，他是在平谷整了一个大院子，摘了老多杏了。他说那个杏你得抓紧吃，就一周不吃就掉地上烂了。所以我今天就开着车去，我争取多拉点，然后回来咱们一家分点。你还挺沾光啊。那就是那您这5000块钱的投资必须得有回报的。5000块钱就这个地方我们挺满意的了。不是，我们一定得超出预期。等到我未来就是我这个成本基本上都回来了，然后我就下一步就干什么，我就把大家就所有这个地垫我全给你们换上。如果说我又挣着钱了，我就把这全换成地台，就是那种板子定的。其实我是见过好营地啥样的。但是好营地是真需要钱，基础的这种东西是最花钱的。对，装修家里装修似的，你看不见东西，钱全砸进去了，后期维修都不少钱。对，维护嘛。对对对。嗯，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你人要有人情味儿，就用咱们话来讲叫联合人，大家到这得能聊。对对对。啊，就氛围好，大家就喜欢了。这种人文气息都可以。